给 INTO1 尹浩宇的生日祝福。百香果味的牌，就他生活有很多种水果的香气，而且他身上也确实蛮香的。桃子牌，很可爱的桃子牌。我觉得他是苹果牌。我觉得他是派派的牌。派派的，因为我觉得他很独特的人，但我就是觉得派派应该是峨眉山昆仑牌。峨眉山。他是一个善良温柔，但同时也很有自己主见的一个人。哇，好有意思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所以说我觉得派派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苹果派，我觉得派派是一个很开心、很快乐，同时也给我带来很多快乐。巧克力派吗？因为我喜欢吃巧克力派。OK。派派相辅相成这个成语，因为我们之间其实都是在互相学习、互相的帮助嘛。如下，如下是古代的一首。嗯，我爱你。因为我的水平也没有那么高，我就改一下问题吧，就先跟他说什么吧。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一起探索所有的东西。嗯，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？嗯嗯、太阳被他点击吗？一语双关。他刚刚说什么语言啊？用英语解释了一长串，我说中文这个就解决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啊，我那就说的那个成语。教你。一句北京话啊，倍儿棒，倍儿香，就是倍儿倍儿。我最想教倍儿香什么意思啊？然后这句话就是它的很多很多场合都可以用。好，我可能想带派派去我的老家玩一玩吧，就是马上要冬天了嘛。然后我们老家冬天会有冬笋，如果带他去采冬笋的话，应该还蛮好玩的。嗯，我们还没摆我的西点，我想和派派一起做的，继续就用我们可以的内容。我跟尹浩宇一起想去穷滑雪。我要给你一个很简单但是很好吃的泰国菜。哦呀，带派派去爬长城吧，长城挺好玩的。如果有机会吃年会或喜酒的话，想带他去吃一些中国式的宴席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喜欢的。我想带他去玩共产庄，可以，因为最近我感觉共产庄好好玩哦。想带他打王者荣耀。因为他前两天一直在找我问这个游戏就是怎么玩，我都想跟派派一起整一首有意思的歌，就是能够发挥出我们两个人对声线上面的优势这样子的歌。生日快乐，派派！快乐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 ，I love you！ 生日快乐 ，Patrick！ 那祝我们的 Patrick 派派生日快乐，希望。妈呀！这个视频呢，能够理解你是猴子派的救兵吗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祝我们的 Patrick 尹浩宇生日快乐！我祝他快乐的成长，快乐的长大，像我一样无忧无虑。派派，祝你生日快乐呀！祝派派生日快乐！谢谢，谢谢啊！好的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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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